非常高兴也带着感谢的心来参加我们台南市的防灾英雄颁奖典礼。那我们台南市创全国之前把这些防灾英雄的他们事迹集结成专书来这个出版，让市民朋友们可以让许多这个防灾界的都来了解他们的事迹。其实我说真的，天有不测风云，人在其中祸福，这个只有明天跟意外，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说，既然有人在其中祸福，就需要防灾。那事情做好准备，灾害就会存在。但是万一灾害来了，还是需要许多人。不管是水灾，不管是火灾，不管是情感救助，不管是这个民众碰到的紧急医疗的需求，其实都有很多防灾英雄。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或者在不属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见义勇为，挺身而出，这点是要代表市民朋友们跟他们致上致敬、致谢。我们不是平时不敢，正是无以待之。我们不敢说灾害来不来，但是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现在汛期又要到了，所以说我们希望说，今年台湾是无灾无害，平平顺顺，就像我们。我们的防疫工作做得好一样，所以说防疫也是防灾的一种。我们谢谢各位来自各个角落，来自台南市各个地区的防灾英雄。这24位防灾英雄为台南市做的付出，我们都会记得。谢谢。OK。